他耳，去他耳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你是谁啊？啊啊！我才几个月，你就忘记我是谁了？我是白木死神啊！白木死神，你是夜仔吗？当然不是，夜仔那个白痴还令我太失望了。那你是谁？我其实十年前是你们的学长，因为同志科技大学里面没有女生，所以我份额在衣柜里用滑鼠线上吊。化身为白木死神的我，需要充满恨意的身体，借由杀男学生来解决我的欲火。那你为什么找上我？其实我发现你对这学校也有非常浓烈的恨意。拿去吧，带上这个，将可以完成你心中的梦想。等一下，这难道真的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吗？两项竞赛，第一场我决定由博成和我 PK 战斗怪兽塔对决，到我的战斗场来吧。这不就是我房间吗？你是白痴啊，这时间线也是我房间啊。快坐下，这是你的战斗位置。要跟我 PK 战斗怪兽卡，你还太逊了。帮我拿外套来。是。决斗，我召唤雷欧坤，采取攻击状态。我覆盖一张牌，结束这回。召唤死神无尾熊。采取守备状态，结束这一回合。启动魔法塔，守备封印。上了雷欧坤。这轮子。什么？可恶！抱歉，抽到青眼白龙了，召唤！
召唤攻击，攻击系列魔兄弟啊，启动魔法法融合攻击，这张法可以让我的怪兽联合攻击你一次。走死吧！啊！把他们干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接下来要比的是人体赛车，只剩下我和你了，林早安。啊！什么人体赛车啊？那我不会啦，那我不会。不会？那你现在是想死吗？哎，你实在就听不出来我是在谦虚吗？你看我长那么矮，也是因为谦虚的结果啊。废话不多说，跟我走。走就走嘛，谁怕谁呀？居然敢给我走捷径，准备受死吧！等一下，旭太，停！旭太，你难道忘了以前我那段一起数星星的日子了吗？我是小热，旭太，小热居然是 gay， 你不要从来就是人家的强烈不满，我搞错了，哇！我的那 gay 真的，我的魂飞魄散啊！旭太，你真是个小坏蛋，你真太傻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发生什么事？没事，你只要记得，我还是爱着你就好。你看，这些路灯都为我们两个而点着。对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嘛！小坏蛋，哈哈哈哈哈！